刚才睇到咧有全新嘅片头啦，仲有全新嘅环节啦，仲有一位全新加入 TVB 嘅女歌手都会一阵间出现嘅。不过有一样嘢更加好嘅就系冇新主持，系几好啊！仲有袁咏仪啦，今晚已经去咗拉斯维加斯斗靓啦，咁啊希望喺打戏之余咧攞翻个奖俾我哋睇。灯光啦，咁啊顺便卖埋移民噶啦，我知佢。系咩？咁啊，我哋见到今个新形式嘅前奏啊，咁啊特登请咗四位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。咁佢哋早排去非洲啦，又最近又拍电影录音啦。喂，唔使讲咁多啦。到大家都知佢哋系边个，不如你讲俾我哋听好嘛？佢哋系边个啊？Beyond。 好，嚟啦，倾偈啦，倾偈啦，唔好意思啦。OK，嗱，刚啱咧听咗Beyond嘅三首歌啦，三首都系电影嘅主题曲同埋插曲啦。咁我好想问下家驹，其实你喺创作呢类型嘅歌曲嘅时候咧，有冇受到一定嘅掣肘同埋制限咧？ 咁啊都有噶，因为电影有剧情啦，咁啊剧情嘅内容，你咁你写歌一定要配合个剧情内容，同埋嗰个气氛啊，音乐嗰个做营造嘅气氛，你都要啱啱个戏咯。咁有少少嘅限制，但系可以培练到你嗰啲即系创作能力。哦，咁样。阿波，你点睇咧？我觉得如果有限制底下，如果你而能够做出个音乐系适合呢啲限制嘅咧，就好啦，好正嘅，系啊。 我知道你而家拍緊戲啊，咁我啲細榮咧，戲裏面有個女朋友王靖雯，點啊，親唔親啊？親過你喎，親緊，親唔親？大家睇下咪知咯嚇。要睇電影先。係啊，咩唔親親？咁嘅，咁我好想問下家強啊，嗱，你哋而家就暢而優質演啦，你估將來會唔會有一日就唔使再唱歌啦，淨係拍電影，即係進軍喺影界？冇啩，好慘嘅，好慘噶嘛。音樂最緊要拍戲其次啦，如果有啲好嘅角色啊，咁都會繼續拍咯。 咁呢度已經聽到啦嚇，即係自己要求係咩嘢啦嚇。咁仲有喎，咁我哋今晚咧，除咗有 Beyond 之外咧，仲有一陣間咧會有位高大威猛嘅男歌手出現喎。係啦，咁佢姓黎嘅，就叫做黎明。咁啊，稍後咧，咁啊 Beyond 咧，仲會同黎明首次合唱嘅喎。好啦，咁如果想即係睇黎明，你唔知咩？佢已經冇通知你，都冇理由。你兩個就唔知啦。係咩？咁啊 ，Beyond 一齊合唱嘅話咧，千祈唔好行開咯喎。咁另外稍後我哋更加有位新同事啦，加入我哋嘅 TVB 大家勁，第一次上嚟勁歌，咁佢係邊個咧？慢啲話俾你聽，一陣見啊！我一陣見，一陣見。十位，唔該，呂洋，而家咧，我同阿 Beyond 咧，仲有黎明咧，就喺企喺台上邊啊，咁啊一齊梗係集合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呂洋唔好意思啦，你喎，林欣所線快啲上嚟啦！你知啦，嚟緊呢個禮拜日咧，就已經係母親節啊嘛，咁啊先訪問黎明啦。 欣咗前企中間，啲女仔讓下好嘛？阿黎明啊，你喺母親節通常即係會點預備節目俾媽咪？希望可以整餐海鮮餐，煲個靚雞湯俾飲。同你親手做，親手做，咁犀利啊！咁阿Yolanda咧？咁我咧就覺得，如果母親節咧，就唔一定要母親節先慶祝嘅，日日都係母親節嚟嘅。日日都媽媽都成日媽，好細我阿媽咁樣嘅。哦，咁阿媽都成日媽，阿媽都成日媽。咁樣，好啊 ，Beyond 又點啊？我有一對我媽咁好嘅，咁我頭先點解日對佢特別好咁啊？其實我日一對佢咁好嘅，日都冇親切嘅。其實我哋覺得情人節都係啊嘛。我想問下阿媽中意啲乜嘢咯？如果阿媽中意嗰樣嘢，我咪買俾佢咯嚇。如果買唔到嘅，睇下諗乜嘢方法。希望我阿媽咧最中意我食嗰啲餸噶啦，食嗰啲餸嘅開心啊，所以聽日咧嚇盡量食清曬，食清曬佢，食清曬佢。阿婆咧？ 我阿媽最中意我聽佢講嘢，咁啊，我嗰日最好坐喺佢面前一句都唔駁嘴，任佢講成日啦。咁啊，最好啦。嗱，另外一個提一提大家就係今個月即係5月19號，星期日晚上8點半咧，邝美云就喺一個音樂特輯叫做《春在紫禁城》。咁啊，成個特輯都喺北京拍攝嘅。咁啊，記得留意啦。仲有新首歌想帶出，你已經可以接受報名啦。今個月21號呢節只要話，如果你想參加嘅話，記住去攞表格啦。另外仲可以提一提大家就係聽晚嘅8點30分就係媽媽真的愛你嘅選舉，記得睇啦。好啦，一輪廣告賣完之後咧。 一對手，帶出温暖永遠在背後。縱使啰嗦，始終關注，不懂珍惜太內疚。沉醉於音階，他不讚賞，母親的愛卻永未退讓。
决心冲开心中挣扎，亲恩终可报答。春光花雨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。是你多么温馨的膀胱，教我坚毅望着前路，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。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，爱意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。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是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。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，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。理想今天终于等到，分享光辉盼做到。